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易宏。上次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水桶，那是我们学校省水的秘密武器之一。现在我们要来介绍我们学校这几个月之前装的省水阀。省水阀在打开的时候是放不出来水的，要先按这下面的水，按这下面的那个水才会出来。当你洗完手的时候，你可以按一下，再把水龙头慢慢的关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做到省水的效果。我们学校的每一个水龙头都有装了省水阀，这样我们也可以做到省水的效果。大家说我们学校是不是很环保呢？谢谢大家。